接下来我挑的一首歌呢，是我自己在作品里面比较没有唱到的一个东西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艺人也是人，站在舞台上虽然很光鲜亮丽，然后要魅力四射，但是自己偶尔也会有消极的时候，不肯定自己的时候，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很废啊。但是呢，该我用力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用力的唱，然后该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用力分享。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，就是没有人说明星就永远都要正能量喷发，但是我也不会自溺在自己偶尔的消极或是负面黑暗的小世界里面。在黑暗的时候其实就越要知道要把握开心跟正面阳光的时候，也更要去寻找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很乐观很开心？应该偶尔也有工作不顺利的时候，或者是人生不知道要抉择该往哪条路走的时候。我们人生都可以有脆弱的时候以及很废的时候。一直强调废是有多废，就是这么废。大家来听一下《十万嬉皮》。